好，各位法师、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因应疫情的关系，所以举行经典诵持的共修会。啊，我们现在所诵的呢是《地藏经典》的中卷，今天所要讲的呢是第八品，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在正中分里面的第三个部分，叫做明度脱之源，啊，度脱之源，啊，那第八品啊的这个经文啊，就讲到说这个阎罗王啊，因为铁围山内啊，有无量的鬼王，还有呢就是阎罗王，啊，阎罗天子啊，啊，他们都来到了什么刀立天，因为佛陀。啊，到刀立天为母说法的时候，哈，因为佛陀即将入灭，也是，啊，到刀立天去为母说法，所以呢，佛陀所眷顾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些众生啊，啊，所以呢，就在刀立天呢，那么来汇集地藏菩萨的那个种种的分身，汇集于处而交代地藏菩萨，啊，能够度脱。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哈，乃至三恶道的众生，所以这个鬼王很多很多无量鬼王，啊，所以会有恶毒鬼王、堕恶鬼王、大睁鬼王、啊白虎鬼王，种种种种，啊，那这些鬼王跟阎罗王呢，都因为成佛的威神，还有地藏菩萨摩诃萨的神力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全部都来到了刀立天，啊，就站在一边，好，那。这个时候，阎罗王呢就胡跪合掌来对佛陀说：“啊，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呢，啊，成佛威力，还有地藏菩萨的威神力故，啊，所以才得以来到了这个刀立大会啊。啊，那这些也是我们能够，我等能够获得善力的很重要的啊因缘。”那我现在呢，有一件哈，有一点点小的疑问来请问佛陀，啊，希望佛陀能够啊为我们来解说啊，啊，那佛陀就说啊，你们就尽量问吧，啊，好，那他就问说，他说世尊，啊，我看呢，地藏菩萨在六道当中啊，百千方便来度脱这些最苦的众生，不辞疲倦啊。啊，是因为这位大菩萨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神通之力，啊，但是呢，诸众生啊，或脱罪报呢，未久之间又堕到什么恶道啊？他们好不容易啊，脱了罪报，却是时间也没很久，又怎样，又掉到恶道里头去啊？哦、啊。那世尊，哈，如果菩萨，哈，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的神力来讲的话，为什么还会让这些众生又继续，啊，又不依止在善道，能够永取解脱呢？啊，希望世尊来为我解说。啊，那佛陀就告诉这阎罗王、阎罗天子啊，就讲说，我们这些难言菩提的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伏啊。哦，虽然地藏菩萨这么大的菩萨，哦，他发这么大的愿，但是我们就说因缘有没有主宰性啊？不是地藏菩萨不要我们堕三恶道，我们就能够不堕三恶道。我们为什么会堕三恶道？是不是也是自己所为啊？其实都是自己所为，而我们众生凡夫众生本身都是欢欢嘛，哦，有时候也很愿意。起善念，但是我们的痛苦烦恼又多得不得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无知无明啊，啊，所以烦恼多，恶业也多，恶因缘也多，啊，所以呢，这个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虽然地藏菩萨他头头就拔，哦，他不断的，他也真的不辞劳苦哦，啊。那要拔出根本业缘，才能够去哈遣悟我们哈，能够让我们知道宿世之事啊。但是我们要有所觉悟，也要有所不为才行啊。啊，那么这里也就做了一个譬喻啊。啊，他说这个常常好不容易救出来，他又掉进去，救出来就又掉进去，
就如同我们说，哎，我们也到监狱里头去弘法，也希望他们能够啊出来以后能够怎样好好做人。但是有时候因为他出来之后呢，社会唾弃啦，或者他的那种为善的心不够坚定，他是不是又很容易受到他的啊过去的这些影响，哦、啊，又去造恶业去了，哦、啊，就如同这样嘛，哦、啊，所以呢，这里哈、啊、也做了一个譬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迷失了他自己的家，他就误入到险道，在险道当中呢，有很多的夜叉啦、虎、老虎、狮子啊、狼啊，啊，甚至蛇蝎啊，那这样子的迷人在险道当中呢，啊，很容易，随时是不是都很容易去中毒啊，啊，去遭受到这种伤害，啊，如果有一个善知识。他多解大术，善尽世毒啊！他很有能力，大有能力啊！甚至呢，他让这些夜叉、诸恶毒等呢，能够怎样？能够退却啊！所以呢，他碰到啊，碰到这样子的人啊的这个迷失本家的这个人，想要进入险道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他说：“哎，这个处在男子啊。”你不要因为你到底什么事情要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险道，你有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去制止啊这些种种的毒啊？那这个迷路的人，如果他哎一时间呢醒悟过来，知道他是那个是险道，我不应该进去的话，他就有机会怎样出离那个险道，而这个善知识就有机会怎样去哈、啊，等于去抓着他的手。来引导他出险道，免掉被这些种种的恶毒啊所伤害啊，甚至把他引到什么善道上面去，令得安乐啊，也告诉他说：“这个迷人呐、啊，啊，你自今以后呢，千万不要走上那个恶道，你一定要在这个善道当中好好的修善吧。”啊，那也要这个迷路之人他能够怎样？哦，感受很深重，而且愿意好好的自己本身要怎样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愿力才行，哦，所以他跟啊、哦、这个迷人呢，跟这个善知识要临别的时候，啊、哦、善知识又赶紧交代说，不止你不要入险道恶道，你就算碰到你的那个至亲好友啊、哦，尤其以前总是难免啊、哦、大家称兄道弟了。啊，这些人，这些迷人，你也一样啊，要去多关怀他，让他们不要进入这个险道恶道啊，啊，告诉他们说，不管是男是女啊，啊，只要入了这个险恶的道路的话呢，啊，那么当然所获得的结果都是非常凄惨的啦，啊，那当然应该要走上什么善道，啊，走上善道才是，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啊，由鬼王啊，纵然有这么多的鬼王、恶毒鬼王啊，种种，其实他们有的也会受到佛陀哈、啊、佛法的这个啊这个影响啊，慢慢的修正自己啊，乃至我们说所谓的迷人，我们凡夫都是迷路之人啊，啊，那所以呢，我们说在修行上要碰到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啊，善知识能够拉我们一把，能够让我们免入这个啊这个险道啊这个恶道啊。好、啊，那这当中呢，佛陀也赞叹哈、啊，有一些鬼王，其实他们也很愿意来护持啊。那么也曾经有一位鬼王叫做主命鬼王，他说，其实当母亲要生产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啊。帮助他母子平安啊，但是呢，往往一生产完毕之后，母子也平安了，却是他们为了要去庆祝啊，然后又大肆的这个宴啊，大宴宾客，然后又杀生无数，那这样子反而受不到那个福报，反而是不是就自取灾殃啊？哦、啊，所以呢，我们说，哎，如果真的是啊，这个为了要庆生。哦，那么千万真的是要素食啊，不能用杀业来庆生，那是起了颠倒啊！
我们自己都很希望自己长命百岁，却是我们杀鸡宰羊啦、让一些畜生这个短命啊、那自己怎么可能长寿呢？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如此的怎样起颠倒的了。所以这个主命大鬼王他也讲在生死中呢，其实他是愿意来怎样拥护众生的这个主命大鬼王呢，其实他不是鬼了，他其实也是什么大菩萨其实也是大菩萨来度化我们的。好，那这是第八品。那接着我们就来诵《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中卷。阿弥陀佛。白地藏菩萨也，忍者愿为天龙之中，即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说破世界即言菩提罪苦众生，左手抱出地狱名号，其恶报的是。是为来世末法众生之事果报，地藏大言忍者我今成佛为身，即大势之力，别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忍者言菩提东方有山，皓月叠为其山黑水，日月光有大地狱，好几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毗不有地狱，名曰十九不有地狱，名曰肥刀不有地狱，名曰火箭不有地狱，名曰假山不有地狱，名曰铜枪故有地狱，名曰铁车故有地狱，名曰铁窗故有地狱，名曰铁牛故有地狱，名曰铁衣故有地狱，名曰前人故有地狱，名曰铁驴故有地狱，名曰羊童故有地狱，名曰宝珠故有地狱，名曰流火故有地狱，名曰根舍故有地狱，名曰左手故有地狱，名曰烧焦故有地狱，名曰胆焉故有地狱，名曰铁腕故有地狱，名曰真轮故有地狱，
明月贴布忽悠地，与明月多成地障百年。能者贴位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不限，更有九万地狱。跋涉地狱、分鸟地狱、宫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狮地狱、火闯地狱、火燎地狱、火影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冰雪地狱、烧手地狱、烧焦地狱、刀刺地狱、火舞地狱、铁舞地狱、火狼地狱、炉石等地狱、七种各个不有诸小地狱、火一、火二、火三、火四，乃至百劫，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能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二种者。耶堪如是耶利善达，能地须弥，能生聚海，能彰甚道，是故众生莫轻笑。以为无罪，此后有报，先后受之不自知体。譬如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怎么为你略说地狱罪报？只是为愿忍者暂停誓言，普贤大愿，不以救之善恶道报。往忍者说临口是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临鬼。地藏白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我有地狱取罪忍舍，是六根之火有地狱取罪忍心也差之至。我有地狱火烫尘肺，诸罪忍生火有地狱炽烧痛诸是罪人报。我有地狱是诸火烧尘气罪人。我有地狱一向寒冰，我有地狱无限本鸟，我有地狱尊卑起立，我有地狱多转火枪，我有地狱伪装雄卑，我有地狱胆小手足，我有地狱盘脚铁蛇，我有地狱驱逐铁狗，我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如是等报，个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痛是天是是是火，此四种五种也很干。如光说地狱罪报，等是地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圣即忍者问。略说如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遍地流。尔时世尊具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能非人等，听故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生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光着方便维护世界，令一切众生增涅槃乐，说是语音。
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合掌恭敬而拜佛耶。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定受佛语。尔时世尊告普光菩萨：今世众等谛听谛听，不当为如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白言：唯然世尊，愿要与闻佛告普光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坐立者、莲目者，是人超越三世界罪。普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事脚气，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禅一礼者，是人百般身等于三十三天，永不多余而到。假如天不净，不下生人间，有为国王不是大力。若有女人言女人善，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图示教器，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藏以画像饮食衣服珍彩穿饭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金子一宝，女身百千万劫更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不受，除非自愿离苦，要受女身度脱众生，曾是供养地藏尼姑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不辞不若有女人言是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相见之心斩立，世亲之间，世人千万劫走，所受甚深，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在不大心大丈者女，凡正受身诸相圆满，有时行故站立地藏菩萨，佛护度世不辞不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诸诸伎俱即可用善叹香花供养，乃至全于一人多人，度世等非现在世中及未来世，藏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尔时者闻其恶。何况今受诸恨，不辞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为今供养赞叹赞礼地藏菩萨形象，我往生即会方无功德及利益，是我如是消，我被免费，我全人共非，我一人非，我多人非，乃至一念生即毁者，如是之人，现界前佛灭度其会之报，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皆因
防守恶鬼有尽前劫，不赦畜生有尽前劫，放得人生终受人生贫穷下贱，主根不绝，多非恶业来接其心，不救之间不多恶道，是故不光即为他人供养，生活死亡何况别生恶见毁灭，不辞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救出创真，求生求死了不可当，我夜梦而归乃至家亲，我有仙道活多也没功归身，有日月随身转不忘斋，面中焦苦惨其不惹，舍此皆是业道轮对，未定心中或难舍受或不得愈，男女出言不辨时事，但当对诸佛菩萨相见，道生转度此经一遍，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我亦不宝贝庄园舍在，为病人间道生常言，佛摩迦灯为是病人对镜像切舍出灯物，我供养金香，我造佛菩萨形象，我造他是活人有的，我是常住如是三百比人，千里文字假印诸事分散，知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僧拜高僧度尽世人民众之后，诸殃重罪之余无物见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之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此书此经我教人书，我自书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书化所受果报，离过大力是过不管，若见有人读受持经，乃至一念赞叹时间，我恭敬者如须拜见万方便众是尊人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不辞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恐或不辞，皆是一生十生百生，今生过去不梦，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何去为得处理，不出希望不离就把当高处是骨肉，只做方便远离恶道，不管如一生你前世眷属，领对诸佛菩萨相见，此心此度此心，或亲人度即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绝书，今生必是变书，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不见，不辞不光，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我怒我悲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树叶要忏悔者，自心禅地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宝后，千万生中藏身尊贵，恒不尽善恶道苦，不辞不光，若未来世中念菩提内刹利婆罗门藏车俱是，一切人等即一心种种，有心缠着或男或女，即日之中早于读诵持不思议经典，
更为念菩萨宁可慢万颠失其身之祸难祸孽殊有养报便得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圣者转成安乐给予寿命不辞不光若为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十诸日等诸罪皆尽令其心中难言菩提众生具智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天下海切道邪淫妄语百千罪者能于世世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许内无诸灾难当次俱降若战若忧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而去能于世在日每转一遍先是临次俱家无处横滨一世空一世故不光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力一直是言不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知度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知五知我以记一句举着现在诸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长得短暂生尊归家而是不光菩萨闻佛如来曾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归何丈夫拜托言师尊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师愿你为未来众生前之利益不问如来巍然听受师尊当何名此地是我云何流不光高不光此间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是礼经愿此菩萨九愿皆来阿那众愿利益众生是故如等一愿流不不光闻已何将恭敬着力而退利益存亡平地清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念至尊我观世音菩萨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多或善利多退初心多欲而悦念念成一时等悲人如履泥土故于中丹见困见中足不胜虽多得于只是体育见父我劝于不是只是有大力故不相互助权令造教我大平地虚心而入无在尽地是专心而众生从前好见便知无量十足众生有如此心灵命总是不慕眷属以为舍不以自前路我宣梵盖既然有灯我专度尊敬或供养佛像及诸圣者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之一名一号礼令众人而跟我问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过彼多恶趣原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此身因怒事终追其皆消灭我能更为
为善事之后，及其日黑光照众生，乃是施诸众生用力而去的圣人天寿生妙人，现在卷书第一无量时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等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身无杀害及超恶缘，百计鬼神求诸王娘和一孤儿说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业转正神宗，假使来世或现在世得获身份圣人天中原始临终被诸眷属早逝而因一令是命中人扬烈鬼变往生善处，何况里面众人在身为臣有少善根各具本业执手而去，去何人眷属更为怎也，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说不耽误，强过百顷，不与邻人更不少物，一世自古转不管众事，尊我观言不从身，但能与诸佛教众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执掌者九正五身化度十方，先掌者身和藏公经文地藏菩萨也，当时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造众善因，是命中人的大利益，集结陀佛地藏大愿，长者我今为为难，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地，略说实事，长者为难，现在诸众生的你命中日的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喜得解脱，罗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业，多遭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为教不离一切善事七分之众，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神则之力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之修纷纷起火，无上大慧无期而到，秘密有生为之罪不起，七日内如痴如聋活在诸事辩论，业果深定之后，举业受生为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生在七日内，年年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久报，过世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终无解脱日，若是无见罪多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复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因债，此处也道未在世间，即因债之痴迷感残业不弃于地，乃至诸事为现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不仅亲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今却忽尽奉献佛身，是命中人几分我一时故长着
念故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临终之后，舍在供养之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我力所施于世，道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言不归身心，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着力而退。阎罗王中赞叹遍地宝，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之俱以道力来到口说所谓恶毒鬼王、堕恶鬼王、大正鬼王、拜乎鬼王、学乎鬼王、吃乎鬼王、散养鬼王、雷声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单手鬼王、不是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事鬼王、主财鬼王、主出鬼王、主亲鬼王、主收鬼王、主媚鬼王、主馋鬼王、主名鬼王、主机鬼王、主现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诺迦王、大阿诺迦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与百千诸小鬼王、金居延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住、是诸鬼王、于阎罗天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具地道力在一面里，而是阎罗天之是护归和尚拜佛言：世尊，我等请者与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切道力大会，以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子如所问，吾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赞你世尊，即为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染诸众生活多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岂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至善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不敌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九八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最好人，乃至作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发出根本业缘，而前无诸事之事，只是缘故，众生皆恶习中，宣出宣入老师菩萨究竟解书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仙道，其仙道中多住夜叉，即不能识之，闻舍菩萨现如是迷人，在仙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多有意之事，多结大树三尽十度，乃至夜叉诸恶毒等，呼风迷人于尽仙道，而欲之言多在难知，为何是故而入此路？有何一书能知诸毒是迷路人？呼问是欲方之仙道，
即便退不求住此路，是善知识的世界受因出现道，免诸恶度之于好道，临得安乐而与之言，多在明人自尽以后，无虑是道之路，如者阻难得出，不损其命，是迷路人一生感中临别之时，只是有言如见尽知己处路人，多难多语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伤失其命，无令是种子去其事，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等天中临寿妙乐，是诸罪众之业道苦陀得出离，永不再离，如离如人无入仙道，于善知识一切临处永不复入，逢见他人不劝我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尽，更不复入，若在于间有上迷悟，不觉就成所若仙道，我知是迷如多恶趣地藏菩萨方便离苦，使离解脱生等天中，旋又在如若夜劫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时，何时恶度回望，何当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即说无量在业菩提，我利益人或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幸时间，多恶少三国人家庭，我成一聚落，庄严放生我有男子女人，修貌发三世，乃至选一番一盖，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即菩萨像，佛转度转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偈我等回望，经历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知诸小鬼各有大力，其徒弟分别令为护，不令何时恒时何病恒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如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如等及欲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无一高梵王提示，宁为护如所是于是，鬼中有一鬼王，明月诸明白否言，世尊我本也愿，诸言不人命生世时事，我皆主持在我本愿生于离异，只是众生不会我欲，只令生世俱不得安，何以故是言不提人诸生之事，不问男女或欲生事，但作善事怎以舍哉，此令徒弟我两欢喜，永护之目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我一生下生无杀害，居住贤为恭其财目，即光居眷属饮酒食肉，可越玄关能令子目不得安乐，何以故是惨难事，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于是心切使我朝令舍在土地灵去，何故之目之灵安乐，何得离离如是之人间，安乐故便何舍不大诸土地，凡为伤害聚集眷属，以是之故凡养之兽之目俱损，有言菩提里命众人不闻善恶，我于离是命中之人，不若尔
道和光，只修善根，证我理，故是言菩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已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古墓，乃至诸绝树，迎接万人临落恶道，何况本照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生死毁灭，无边善恶乃至眼耳根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舍大供养，转度尊敬念佛菩萨名号，如是三愿能令往生，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是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培人，除无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多恶取者，寻机解脱，佛告诸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如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自生世世如魔退十愿，总应解脱，永得安乐，鬼王拜佛言，愿不忧虑，我必时心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世世世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心受我于无波解脱，我大利益，何时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著名者以成千百千身，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师慈悲缘故，现大鬼身，是非鬼也，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超越无相，如来解命安乐世界明净土，其否寿命不可期见，地藏十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不可限量，成佛名号遍地久，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百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眼力一时，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于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流到众生，言不思议，是情真实事，为当诉说无尽涅槃，是度早必实愿，无依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拜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毫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此世界生死众生，何况殊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活佛无量无边，由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毫报心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叹之气发心皈依，使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出世毫波陀摩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离欲而根，使人当得前半生于流于天中，何况自性成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好事之后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使人得于无量诸佛摩顶首集，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去留顺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自行在
赞你，我不赞叹，世人欲仙皆千佛为宗，为大梵万等受上记，有于过去有佛出世，宝毗婆室罗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有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好报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已经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胜妙乐，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报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神功尽心使人不救得阿罗汉果，由于过去无量阿僧期间有佛出世好袈裟传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则造一百大劫生死之罪，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好大通三万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则是人等于恒河沙佛光为说法，一乘菩提由于过去有净月佛、三万佛之神佛、金明万佛之成就佛、无上佛、妙神佛、满月佛、月面佛、犹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的生死世世之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黎民众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使命众人除无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无间罪随自己中，动尽一切了不得处，曾是黎民众是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活佛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中，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摩诃尼地尼诃拉地，毗梨尼地摩诃切地，真尼切地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诃拉地，毗梨尼地摩诃切地，真尼切地萨婆诃，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诃拉地，毗梨尼地摩诃切地，真尼切地萨婆诃。菩萨。